对方回手的位置。那你在左边吗？通常我跟你说靠左靠左的意思是我会帮他的外线，我会帮他的外线。你看对方如果这样子，他帮你后面前面是不是直线往后推了？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样子靠左靠左，我帮他这样。如果他不
跟到最后你手还在移动的时候，突然加速。不好，这个都是抽刀的，就在四米，慢慢会跟着球走，四米抽死。